最近天气太热了，这群毛孩子只有早上爱出来，早上比较凉快。现在天亮的也比较早了，早上5点来钟，把他们带出来玩一圈，方便完了，每天就回去了。下午刚回来，打开空调，这群毛孩子就喜欢趴在这儿吹空调。这几个毛孩子叫谁出去，谁都不出去。尤其是春天，只要一打开空调，哪里距离空调近，它就喜欢趴在哪里。这天气这几天确实太热了，想着小进屋，喘着粗气，伸着舌头，不给它打开空调，这小家伙看着热的都不行了。在这儿开着空调，他们都能在这儿好好的休息。这温度呢，不冷不热，给他们调的也刚刚好。所以说，这几个毛孩子在这儿还算是比较享福了，比在小院的那些毛孩子相对来说要幸福多了。这群毛孩子也都挺聪明的，尤其是春天，他知道外边比较热，所以说想把它带出去，这小家伙就是不爱动。这吃饱喝足，吹着空调睡觉，这也是挺会享受的。这有空调呢，就跟着吹着空调；没空调，小院的毛孩子就在地面上冲冲水，降降温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